淫乱是这个世界，你淫乱，你大家都淫乱的，他没法，但是绝对反对立法。但是我们反对会绝种。反对立法，中华民国不能那么。那个我们不说那个了，我们只反对他们啊、哦，不能变成什么多元家，什么同性婚姻，你绝对不能。你可以自己去玩，但是不能立法。对，你自己怎么玩，你自己玩，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但是国家不能立法，对，国家怎么能立法呢？淫乱就是淫乱，淫乱怎么可以立法呢？精神病杀人无罪，我们立法让他通过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精神病一个度一下出来就可以杀人，肚子饿就可以偷东西，所以肚子饿偷东西无罪，可不可以？你可以讲理由啊，我肚子饿啊。所以他现在变成钱交了不去了，台湾难道是这么无辜吗？多找一个，多找我们俩。承诺的大多数一定要站出来了，他们父母不敢站出来，不是他们父母的人都要站出来。现在你胡说八道。